Joyce， 欢迎回到频道，新房讲漏哦 ，Newmark 的降价近10万，那感兴趣的请跟我一起来看看。这个新房现房呢，还是 Newmark 的？这个有个好处就是，它的前门呢，那个没有对面的邻居开门的，因为它那边是侧边，所以不用担心车子开出去会撞到人家。这是个两层的户型。样子是砖加石头加斯达口，非常现代大气。这个是3128平方英尺，原价是643185，目前的售价549，差不多10万的降价。它这个门都是带 smart lock。这边一进来是个书房，可以改成卧室，这是办公的空间，这是正餐厅。这个是洗衣房。哇，这边升级了火炉。这个是有造型的，大家喜欢这个造型吗？这边的升级也是挺好的，好的。那这边是灯，比较明亮。这是早餐厅。院子能带的太多，它这整面墙的造型特别棒，漂亮。那主卧呢，还是有升级的飘窗。一上来是个游戏房，这边也有升级成隐屋房。然后里面是，这边是一个次卧。三个次卧，这边是房间，然后这边是开放给游戏房。怎么样？喜欢的话赶紧联系哦。5.99的利率，近10万的降价。